手游酷玩。来干了，喝完这瓶我得回家了。你行不行啊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呀？不用送了啊，我自己能走。那就慢走，不送了啊。这个海盗僵尸又出去喝酒不回家，气死我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谁啊？谁是你老婆啊？给我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走错了。喝得连自己的家都不认识了，睡外面得了。一小时之后。哎呀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刚才走错屋了，差点把别人当成你。要是我现在对他发火，他也记不清是老娘发的火。你怎么就不睡外边呢？有火发不出，真憋闷。明天再找你算账。哎呀，好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对不起，走错了。喜欢记得订阅哦。